你讲吧。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。嗯，你好。大慈大悲，你好。你讲。我想问我先生，1956年的猴健康。96年啊？56年。96年，你先生1996年，吓死我啊！这么小的，56年，属猴是吧？是啊。哎呦，他不好哎。是啊。他身上长东西哎。哪里呀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身上有癌细胞。哪里？就是在喉咙这个地方这一段。他的心有问题。就是这里啊。嗯哼。全部黑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心有问题，心脏有问题。不是心脏有问题。哎。要怎么办？几个小房子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心脏以后要搭桥的。我现在看他这个心脏，这个血到了这里就流不上来了。Uh-huh. 听得懂吗？他的手啊，左面手会发麻。是。对，对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现在这个手跟脚啊， uh-huh. 经常有时候抬不起来，而且呢，经常呢觉得啊，每天早上睡好之后啊，浑身无力。浑身无力。哎。对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哎，对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血打不到他的心脏，不能血液全身的循环。我现在看他的血，只要打到心脏这里就转不上去了，他有血管堵塞。血管堵塞。哎，心血管有堵塞。可能还没有查出。你赶快去帮他看一看。你听我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先生有杀业。有杀业。哎，他过去杀过很多的鸡啊、鸭呀、啊，或者什么鱼啊，或者什么东西、啊。以前他做过餐馆的。哦，看见了吗？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所以他的报应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以后会小中风的。小中风。小中风。已经有了。已经有了。我不是，我问你是不是有了？小中风呀、啊，以后。没有。马上，他现在几岁啊？60。还好你今天来。他到61岁之后的8个月，嗯，你去看好了。他就会小中风，哎，我今天讲的你们都可以见证的。一个61岁8个月以后会怎么样？你对着嘴巴讲。会怎么样？小中风不瘫在床上呀、哦、小中风 OK 好好好，你要给他，现在叫他要吃，最好吃全素了。已经吃了。现在已经吃了。是啊。啊、嗯。你要叫他每天要走路。走路。哎，而且要叫他吃丹参片。丹参片，他现在吃的是西药的Warfarin 鲜血的。西药归西药吃呀。丹参片是活血化瘀的呀，其实丹参片就是壮啊，壮。你这样讲，你这样我听不见，你们怎么不跟他讲的了？西药跟中药会不会壮啊？西药跟中药都可以吃的，没关系的。他现在看在呢中医。嗯，都可以。我告诉你，我还看见你先生有个毛病，前列腺。前列腺。嗯，小便特别多。好，晚上，而且你先生的脾气不好，是，对，十分对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刚刚看他的图腾，他会甩东西的，发脾气甩东西。耶、yeah ，中西结合，是，听得懂吗？是。所以你这个人呢，你这个人呢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好人，其实你为了他，你付出了很多。我告诉你，对，哎，讲都不要讲了。你呢，好好听台长的话，好好照顾他身体。他呢，寿命比你短很多，所以我希望你应该好好帮他念经。我刚刚看他活不了多少年的，所以你现在我已经讲给你听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叫他，现在叫他多放生，还要多许愿，还要多念经。要放多少鱼啊？放鱼至少要放13000条，听得懂吗？
懂。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家里很漂亮。家里？你家里呀、啊？啊。很漂亮啊。很漂亮啊。嗯。是怎么？大呀。嗯。House 啊。是。对。看着了，一看不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你要保护你的先生的寿命，放生。放生，放了一。哎、他今天来了吗？没有。没来，我讲给你听，好吧？好。你没来，我就讲给你听。好。你老实的讲，我告诉你，第一。不是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先生呢，不但这个杀生。没脾气倔、uh-huh. 脾气不好，他还有女人，知道还咋厉害吧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，你先不要去管他，嗯、uh-huh. 你随他去，他就跟你不会感情崩裂，因为这个人他不会看上外面很满意的，他到最后还是回到你身边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因为他跟你的缘分没有断，我刚才看的，只是他有外缘，一直有女人的，所以你这个先生啊，讨厌的不得了。没关系。老妈妈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听台长的话，好好念经，念解结咒，说化解我先生的啊外面的这种缘分，慢慢念，慢慢念，他就好起来了。他折腾不了多少时间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身体很差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腰不好，是他的腿也不好，是，嗯，对，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以后好好跟他念经。其实他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不念经，不放生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还有这个数字就走人了。嗯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是个好人，你就好好的修，不要生气，好吗？啊，你已经反正已经受到气受到现在了，受了一辈子了，再受几年问题也不大。如果你真的还爱他，你随便他的话，你就好好帮他念经，要让他消业障。你彻底变个人，也不骂他，也不讲他，他以后说，哎呀，我老婆念经怎么会这么好的，他就会慢慢的也念经了。他会收的，要看你了。你念得好，他就会收；你念得不好，他就收不了心的。我念了两个月的经，念得怎么样的小房子？你念了几千张了？没有，这样只有两个月，60张。63张。两个月。哦，两个月63张，念得很好嘞。嗯。哦哟。我看你老公啊，呵呵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老公长得比你好看、嗯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、啊、懂懂、没办法，这个世界没办法，呵呵，所以呢，这样吧，你就好好帮他念经消消业障，好不好？不要去理他那么多，你保护好自己身体，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为他这些事情已经气得够多了，你气不起了，你没本钱气了，你再气你自己先走了，你好好跟我活着，你现在学心灵法门念经就不死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他去拜了观音菩萨，他去拜了，他现在也拜观音菩萨 了，好啦，有机会啦，你看你一念经他就念经了，就是这样，哎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他念经人家就念经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要几张小房子啊？小房子有的给他念了，小房子有的念了，给他小房子先念108章，消他的业障。我告诉你，你先生以后生癌症是前列腺癌，还有一个地方是心脏，也是心脏不好。心脏不好。哎，他脚呢？他有脚上。脚没问题，死不掉。哈哈哈。好吧，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脑子经常筋搭住的，说发脾气就发脾气的，说来就来的，是，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们家里有灵性。
哦，家里有灵性、我现在看到你们家漂亮是很漂亮，进门走一段路，一个客厅右手边是挂了一幅什么东西，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像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一个灵性就在这里边。哦，拿掉就可以吗？先把它拿掉，拿掉门这里你给他念七张小房子再取下来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家家里是比较富有一点的。嗯，好了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